你能给我发一封关于细节的电子邮件吗？你能给我发一封关于细节的电子邮件吗？你能给我发一封关于细节的电子邮件吗？ 我会确保在当天结束前回复您。我会确保在当天结束前回复您。 让我们安排一次会议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。让我们安排一次会议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。让我们安排一次会议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。 对不起。 我不太明白你在说什么。对不起，我不太明白你在说什么。对不起，我不太明白你在说什么。感谢您提醒我注意此事。 感谢您提醒我注意此事。感谢您提醒我注意此事。你能给我提供更多资讯吗？你能给我提供更多资讯吗？ 你能给我提供更多资讯吗？你能告诉我专案的最新进展吗？你能告诉我专案的最新进展吗？你能告诉我专案的最新进展吗？ 我需要你的帮助来完成这项任务。我需要你的帮助来完成这项任务。我需要你的帮助来完成这项任务。让我们在本周晚些时候讨论这个问题。 让我们在本周晚些时候讨论这个问题。让我们在本周晚些时候讨论这个问题。我会尽最大努力在最后期限前完成。 我会尽最大努力在最后期限前完成。我会尽最大努力在最后期限前完成。你能说明一下会议的目的吗？ 你能说明一下会议的目的吗？你能说明一下会议的目的吗？我们需要优先考虑这项任务。我们需要优先考虑这项任务。 我们需要优先考虑这项任务。我建议我们集思广益解决这个问题。我建议我们集思广益解决这个问题。
我建议我们集思广益解决这个问题。重要的是我们要有效沟通以确保成功。重要的是我们要有效沟通以确保成功。重要的是我们要有效沟通以确保成功。我们可以打电话来更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吗？我们可以打电话来更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吗？我们可以打电话来更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吗？感谢您对此事的意见。感谢您对此事的意见。感谢您对此事的意见。让我们合作制定行动计划。让我们合作制定行动计划。让我们合作制定行动计划。我会向您发送会议日历邀请。我会向您发送会议日历邀请。我会向您发送会议日历邀请。您能否审阅并提供有关此文件的反馈？您能否审阅并提供有关此文件的反馈？您能否审阅并提供有关此文件的反馈？将此专案控制在预算范围内至关重要。将此专案控制在预算范围内至关重要。将此专案控制在预算范围内至关重要。让我们重新评估我们的策略并进行任何必要的更改。让我们重新评估我们的策略并进行任何必要的更改。让我们重新评估我们的策略并进行任何必要的更改。我认为我们应该将这项任务委托给其他人。我认为我们应该将这项任务委托给其他人。我认为我们应该将这项任务委托给其他人。您能否向我提供该专案的最新状态？您能否向我提供该专案的最新状态？您能否向我提供该专案的最新状态？我们必须满足客户的期望。我们必须满足客户的期望。我们必须满足客户的期望。我建议我们在掌握所有信息之前不要做出任何决定。
我建议我们在掌握所有信息之前，不要做出任何决定。我建议我们在掌握所有信息之前，不要做出任何决定。让我们尝试找到适合所有人的折中方案。让我们尝试找到适合所有人的折中方案。让我们尝试找到适合所有人的折中方案。我相信我们可以克服这个障碍。我相信我们可以克服这个障碍。我相信我们可以克服这个障碍。你能给我一份进度报告吗？你能给我一份进度报告吗？你能给我一份进度报告吗？让我们确保所有团队成员都在同一页面上。让我们确保所有团队成员都在同一页面上。让我们确保所有团队成员都在同一页面上。我将负责此问题，并确保它得到解决。我将负责此问题，并确保它得到解决。我将负责此问题，并确保它得到解决。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疑虑，请告诉我。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疑虑，请告诉我。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疑虑，请告诉我。我们需要尽快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。我们需要尽快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。我们需要尽快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。你能估计一下这需要多长时间吗？你能估计一下这需要多长时间吗？你能估计一下这需要多长时间吗？让我们确保我们都在这个专案的目标上保持一致。让我们确保我们都在这个专案的目标上保持一致。让我们确保我们都在这个专案的目标上保持一致。我认为我们需要引入额外的资源来完成这项任务。我认为我们需要引入额外的资源来完成这项任务。我认为我们需要引入额外的资源来完成这项任务。你能给我一些关于我在这个角色上的表现的反馈吗？你能给我一些关于我在这个角色上的表现的反馈吗？
你能给我一些关于我在这个角色上的表现的反馈吗？在我们的工作中保持高质量非常重要。在我们的工作中保持高质量非常重要。在我们的工作中保持高质量非常重要。让我们确保清楚地了解该专案的范围。让我们确保清楚地了解该专案的范围。让我们确保清楚地了解该专案的范围。我会就此问题跟进您，以确保它已得到解决。我会就此问题跟进您，以确保它已得到解决。我会就此问题跟进您，以确保它已得到解决。我们需要积极主动地发现潜在问题并加以解决。我们需要积极主动地发现潜在问题并加以解决。我们需要积极主动地发现潜在问题并加以解决。我认为我们应该安排一次培训课程来提高我们的技能。我认为我们应该安排一次培训课程来提高我们的技能。我认为我们应该安排一次培训课程来提高我们的技能。您能否向我提供有关该专案预算的最新信息？您能否向我提供有关该专案预算的最新信息？您能否向我提供有关该专案预算的最新信息？让我们确保我们有一个应急计划，以防事情没有按预期进行。让我们确保我们有一个应急计划，以防事情没有按预期进行。让我们确保我们有一个应急计划，以防事情没有按预期进行。我建议我们在专案完成后进行汇报，以确定需要改进的地方。我建议我们在专案完成后进行汇报，以确定需要改进的地方。我建议我们在专案完成后进行汇报，以确定需要改进的地方。我们需要对客户保持透明，以建立信任。我们需要对客户保持透明，以建立信任。我们需要对客户保持透明，以建立信任。重要的是，我们要保持有条理的方式，以确保效率。重要的是，我们要保持有条理的方式，以确保效率。
重要的是我们要保持有条理的方式以确保效率。你能给我提供这个专案的时间表吗？你能给我提供这个专案的时间表吗？你能给我提供这个专案的时间表吗？让我们确保我们都清楚我们的角色和责任。让我们确保我们都清楚我们的角色和责任。让我们确保我们都清楚我们的角色和责任。我认为我们应该让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这个决策过程。我认为我们应该让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这个决策过程。我认为我们应该让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这个决策过程。重要的是，我们要紧跟行业趋势和发展。重要的是，我们要紧跟行业趋势和发展。重要的是，我们要紧跟行业趋势和发展。我很感激你到目前为止为这个专案付出的努力。我很感激你到目前为止为这个专案付出的努力。我很感激你到目前为止为这个专案付出的努力。我们能否为这项任务设定一些明确的目标？我们能否为这项任务设定一些明确的目标？我们能否为这项任务设定一些明确的目标？让我们确保我们有一个计划来应对任何潜在的挫折。让我们确保我们有一个计划来应对任何潜在的挫折。让我们确保我们有一个计划来应对任何潜在的挫折。我们需要确保所有团队成员都同意这项决定。我们需要确保所有团队成员都同意这项决定。我们需要确保所有团队成员都同意这项决定。你能给我详细说明所涉及的费用吗？你能给我详细说明所涉及的费用吗？你能给我详细说明所涉及的费用吗？让我们确保我们与公司的使命和价值观保持一致。让我们确保我们与公司的使命和价值观保持一致。让我们确保我们与公司的使命和价值观保持一致。我相信我们可以找到满足每个人需求的解决方案。
我相信我们可以找到满足每个人需求的解决方案。我相信我们可以找到满足每个人需求的解决方案。在开始这个专案之前，让我们确保我们拥有所有必要的资源。在开始这个专案之前，让我们确保我们拥有所有必要的资源。在开始这个专案之前，让我们确保我们拥有所有必要的资源。我们可以安排时间进一步讨论吗？我们可以安排时间进一步讨论吗？我们可以安排时间进一步讨论吗？我们需要注意我们的竞争对手，并保持领先地位。我们需要注意我们的竞争对手，并保持领先地位。我们需要注意我们的竞争对手，并保持领先地位。让我们退后一步，重新评估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。让我们退后一步，重新评估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。让我们退后一步，重新评估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。我乐于接受有关如何改进的建议和反馈。我乐于接受有关如何改进的建议和反馈。我乐于接受有关如何改进的建议和反馈。我们可以设定一些可衡量的目标来跟踪我们的进展吗？我们可以设定一些可衡量的目标来跟踪我们的进展吗？我们可以设定一些可衡量的目标来跟踪我们的进展吗？让我们首先确定最关键任务的优先级。让我们首先确定最关键任务的优先级。让我们首先确定最关键任务的优先级。我们需要在决策中具有战略性。我们需要在决策中具有战略性。我们需要在决策中具有战略性。让我们确保遵守所有相关政策和法规。让我们确保遵守所有相关政策和法规。让我们确保遵守所有相关政策和法规。您能否就您对此事的看法向我提供一些见解？您能否就您对此事的看法向我提供一些见解？您能否就您对此事的看法向我提供一些见解？
让我们确保清楚地了解客户的期望。让我们确保清楚地了解客户的期望。让我们确保清楚地了解客户的期望。我们需要灵活适应市场的变化。我们需要灵活适应市场的变化。我们需要灵活适应市场的变化。我们可以集思广益一些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来应对这一挑战吗？我们可以集思广益一些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来应对这一挑战吗？我们可以集思广益一些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来应对这一挑战吗？让我们定期沟通，以确保每个人都了解情况。让我们定期沟通，以确保每个人都了解情况。让我们定期沟通，以确保每个人都了解情况。我们需要采取积极主动的方法来进行风险管理。我们需要采取积极主动的方法来进行风险管理。我们需要采取积极主动的方法来进行风险管理。你能给我估计一下这个专案所需的资源吗？你能给我估计一下这个专案所需的资源吗？你能给我估计一下这个专案所需的资源吗？让我们确保我们正在利用我们作为一个团队的优势。让我们确保我们正在利用我们作为一个团队的优势。让我们确保我们正在利用我们作为一个团队的优势。我们需要在所有互动中保持透明和诚实。我们需要在所有互动中保持透明和诚实。我们需要在所有互动中保持透明和诚实。我们可以根据个人的优势和能力委派任务吗？我们可以根据个人的优势和能力委派任务吗？我们可以根据个人的优势和能力委派任务吗？让我们庆祝一路上的小成功，以保持高昂的动力。让我们庆祝一路上的小成功，以保持高昂的动力。让我们庆祝一路上的小成功，以保持高昂的动力。我们需要了解任何潜在的道德考虑因素。我们需要了解任何潜在的道德考虑因素。
我们需要了解任何潜在的道德考虑因素。我们可以进行 SWOT 分析来确定我们的优势和劣势吗？我们可以进行 SWOT 分析来确定我们的优势和劣势吗？我们可以进行 SWOT 分析来确定我们的优势和劣势吗？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，我们应该专注于我们的核心竞争力。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，我们应该专注于我们的核心竞争力。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，我们应该专注于我们的核心竞争力。有效的团队合作需要清晰的沟通和共同的愿景。有效的团队合作需要清晰的沟通和共同的愿景。有效的团队合作需要清晰的沟通和共同的愿景。我们的成功取决于我们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的能力。我们的成功取决于我们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的能力。我们的成功取决于我们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的能力。优先处理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将有助于我们实现目标。优先处理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将有助于我们实现目标。优先处理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将有助于我们实现目标。我们应该以解决方案为导向的心态应对挑战。我们应该以解决方案为导向的心态应对挑战。我们应该以解决方案为导向的心态应对挑战。与其他部门合作将帮助我们更有效地实现我们的目标。与其他部门合作将帮助我们更有效地实现我们的目标。与其他部门合作将帮助我们更有效地实现我们的目标。我们的工作应以追求卓越和品质为指导。我们的工作应以追求卓越和品质为指导。我们的工作应以追求卓越和品质为指导。识别和解决潜在的障碍将帮助我们避免延误和挫折。识别和解决潜在的障碍将帮助我们避免延误和挫折。识别和解决潜在的障碍将帮助我们避免延误和挫折。我们的专案时间表应该是现实的和可实现的。
我们的专案时间表应该是现实的和可实现的。我们的专案时间表应该是现实的和可实现的。保持积极和相互尊重的团队活力对于成功至关重要。保持积极和相互尊重的团队活力对于成功至关重要。保持积极和相互尊重的团队活力对于成功至关重要。我们应该寻找机会在我们的角色中学习和成长。我们应该寻找机会在我们的角色中学习和成长。我们应该寻找机会在我们的角色中学习和成长。优先考虑客户的需求和偏好将有助于我们创造价值。优先考虑客户的需求和偏好将有助于我们创造价值。优先考虑客户的需求和偏好将有助于我们创造价值。我们应该积极寻求反馈和建设性批评。我们应该积极寻求反馈和建设性批评。我们应该积极寻求反馈和建设性批评。保持专业和道德的举止对于建立信任至关重要。保持专业和道德的举止对于建立信任至关重要。保持专业和道德的举止对于建立信任至关重要。为了取得成功，我们必须愿意承担有计划的风险。为了取得成功，我们必须愿意承担有计划的风险。为了取得成功，我们必须愿意承担有计划的风险。我们的工作应以对社会责任和可持续性的承诺为指导。我们的工作应以对社会责任和可持续性的承诺为指导。我们的工作应以对社会责任和可持续性的承诺为指导。我们应该努力不断改进我们的流程和工作流程。我们应该努力不断改进我们的流程和工作流程。我们应该努力不断改进我们的流程和工作流程。平衡我们的短期和长期目标对于成功至关重要。平衡我们的短期和长期目标对于成功至关重要。平衡我们的短期和长期目标对于成功至关重要。
我们应该寻求不同的观点和经验来指导我们的工作。我们应该寻求不同的观点和经验来指导我们的工作。我们应该寻求不同的观点和经验来指导我们的工作。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，我们必须乐于适应新技术和新趋势。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，我们必须乐于适应新技术和新趋势。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，我们必须乐于适应新技术和新趋势。与客户建立牢固的关系，对于长期成功至关重要。与客户建立牢固的关系，对于长期成功至关重要。与客户建立牢固的关系，对于长期成功至关重要。我们应该怀着好奇心和学习欲望来对待我们的工作。我们应该怀着好奇心和学习欲望来对待我们的工作。我们应该怀着好奇心和学习欲望来对待我们的工作。优先考虑我们团队成员的个人和职业发展，对于留住人才至关重要。优先考虑我们团队成员的个人和职业发展，对于留住人才至关重要。优先考虑我们团队成员的个人和职业发展，对于留住人才至关重要。我们在所有工作中都应牢记公司的使命和价值观。我们在所有工作中都应牢记公司的使命和价值观。我们在所有工作中都应牢记公司的使命和价值观。与我们的利益相关者保持公开透明的沟通，对于成功至关重要。与我们的利益相关者保持公开透明的沟通，对于成功至关重要。与我们的利益相关者保持公开透明的沟通，对于成功至关重要。我们应该以紧迫感和对结果的承诺来开展我们的工作。我们应该以紧迫感和对结果的承诺来开展我们的工作。我们应该以紧迫感和对结果的承诺来开展我们的工作。建立信任和问责的文化，对于高绩效团队至关重要。建立信任和问责的文化，对于高绩效团队至关重要。建立信任和问责的文化，对于高绩效团队至关重要。
我们应该积极主动地寻找创新和增长的机会。我们应该积极主动地寻找创新和增长的机会。我们应该积极主动地寻找创新和增长的机会。我们的工作应以对包容性和多样性的承诺为指导。我们的工作应以对包容性和多样性的承诺为指导。我们的工作应以对包容性和多样性的承诺为指导。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，我们必须乐于接受变化并承担经过计算的风险。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，我们必须乐于接受变化并承担经过计算的风险。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，我们必须乐于接受变化并承担经过计算的风险。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，我们应该优先考虑我们的任务。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，我们应该优先考虑我们的任务。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，我们应该优先考虑我们的任务。与我们的利益相关者保持公开透明的沟通非常重要。与我们的利益相关者保持公开透明的沟通非常重要。与我们的利益相关者保持公开透明的沟通非常重要。我们的团队需要主动识别潜在风险。我们的团队需要主动识别潜在风险。我们的团队需要主动识别潜在风险。我们遵守所有相关政策和法规至关重要。我们遵守所有相关政策和法规至关重要。我们遵守所有相关政策和法规至关重要。我们应该与其他部门合作，以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。我们应该与其他部门合作，以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。我们应该与其他部门合作，以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。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需要灵活和适应性强。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需要灵活和适应性强。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需要灵活和适应性强。我们应该庆祝小胜利以保持高昂的士气。我们应该庆祝小胜利以保持高昂的士气。我们应该庆祝小胜利以保持高昂的士气。
了解任何潜在的利益冲突很重要。了解任何潜在的利益冲突很重要。了解任何潜在的利益冲突很重要。我们的团队在决策时应该具有战略性。我们的团队在决策时应该具有战略性。我们的团队在决策时应该具有战略性。我们需要确保我们与公司的使命和价值观保持一致。我们需要确保我们与公司的使命和价值观保持一致。我们需要确保我们与公司的使命和价值观保持一致。我们应该分析我们的数据以确定趋势和见解。我们应该分析我们的数据以确定趋势和见解。我们应该分析我们的数据以确定趋势和见解。了解任何潜在的道德考虑很重要。了解任何潜在的道德考虑很重要。了解任何潜在的道德考虑很重要。我们与客户的沟通应该是有效和专业的。我们与客户的沟通应该是有效和专业的。我们与客户的沟通应该是有效和专业的。为了满足我们的最后期限，我们需要简化我们的流程。为了满足我们的最后期限，我们需要简化我们的流程。为了满足我们的最后期限，我们需要简化我们的流程。我们的团队应该协同工作，以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。我们的团队应该协同工作，以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。我们的团队应该协同工作，以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。优先处理我们最重要的任务，将帮助我们保持专注和高效。优先处理我们最重要的任务，将帮助我们保持专注和高效。优先处理我们最重要的任务，将帮助我们保持专注和高效。我们应该定期评估我们的进展，以确保我们走上正轨，以实现我们的目标。我们应该定期评估我们的进展，以确保我们走上正轨，以实现我们的目标。我们应该定期评估我们的进展，以确保我们走上正轨，以实现我们的目标。
为了确保客户满意，我们需要超越他们的期望。为了确保客户满意，我们需要超越他们的期望。为了确保客户满意，我们需要超越他们的期望。我们应该积极解决任何问题或疑虑，以防止他们成为更大的问题。我们应该积极解决任何问题或疑虑，以防止他们成为更大的问题。我们应该积极解决任何问题或疑虑，以防止他们成为更大的问题。我们的成功取决于我们的创新能力和在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。我们的成功取决于我们的创新能力和在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。我们的成功取决于我们的创新能力和在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。保持积极和尊重的工作场所文化对于留住员工至关重要。保持积极和尊重的工作场所文化对于留住员工至关重要。保持积极和尊重的工作场所文化对于留住员工至关重要。我们应该寻求客户的反馈，以不断改进我们的产品和服务。我们应该寻求客户的反馈，以不断改进我们的产品和服务。我们应该寻求客户的反馈，以不断改进我们的产品和服务。与我们的合作伙伴和供应商建立牢固的关系，对于长期成功至关重要。与我们的合作伙伴和供应商建立牢固的关系，对于长期成功至关重要。与我们的合作伙伴和供应商建立牢固的关系，对于长期成功至关重要。我们应该具有适应性和灵活性，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条件。我们应该具有适应性和灵活性，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条件。我们应该具有适应性和灵活性，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条件。我们应该积极主动地识别潜在风险，并制定应急计划。我们应该积极主动地识别潜在风险，并制定应急计划。我们应该积极主动地识别潜在风险，并制定应急计划。我们的团队应该优先考虑协作和知识共享，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。
我们的团队应该优先考虑协作和知识共享，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。我们的团队应该优先考虑协作和知识共享，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。我们应该采用新技术和工具来改进我们的工作流程和流程。我们应该采用新技术和工具来改进我们的工作流程和流程。我们应该采用新技术和工具来改进我们的工作流程和流程。我们应该本着自我意识和责任感来开展工作。我们应该本着自我意识和责任感来开展工作。我们应该本着自我意识和责任感来开展工作。我们的成功取决于我们向客户有效传达我们的价值主张的能力。我们的成功取决于我们向客户有效传达我们的价值主张的能力。我们的成功取决于我们向客户有效传达我们的价值主张的能力。我们应该注意我们的预算限制，并有效地管理我们的资源。我们应该注意我们的预算限制，并有效地管理我们的资源。我们应该注意我们的预算限制，并有效地管理我们的资源。为了保持我们的竞争优势，我们需要始终如一地提供高质量的工作。为了保持我们的竞争优势，我们需要始终如一地提供高质量的工作。为了保持我们的竞争优势，我们需要始终如一地提供高质量的工作。我们应该寻找机会发展新的技能和知识，以便在我们的角色中保持相关性。我们应该寻找机会发展新的技能和知识，以便在我们的角色中保持相关性。我们应该寻找机会发展新的技能和知识，以便在我们的角色中保持相关性。我们应该定期评估我们的营销和广告工作，以确保它们有效。我们应该定期评估我们的营销和广告工作，以确保它们有效。我们应该定期评估我们的营销和广告工作，以确保它们有效。建立强大的品牌形象和声誉对于我们行业的成功至关重要。
建立强大的品牌形象和声誉对于我们行业的成功至关重要。建立强大的品牌形象和声誉对于我们行业的成功至关重要。我们应该在所有决策制定中优先考虑客户的需求和偏好。我们应该在所有决策制定中优先考虑客户的需求和偏好。我们应该在所有决策制定中优先考虑客户的需求和偏好。我们应该积极寻找潜在的合作伙伴和合作机会。我们应该积极寻找潜在的合作伙伴和合作机会。我们应该积极寻找潜在的合作伙伴和合作机会。我们的团队应该有权做出决定并掌握他们的工作。我们的团队应该有权做出决定并掌握他们的工作。我们的团队应该有权做出决定并掌握他们的工作。我们应该对反馈和建设性批评持开放态度，以不断改进我们的工作。我们应该对反馈和建设性批评持开放态度，以不断改进我们的工作。我们应该对反馈和建设性批评持开放态度，以不断改进我们的工作。保持积极主动的方法来解决问题，对于成功至关重要。保持积极主动的方法来解决问题，对于成功至关重要。保持积极主动的方法来解决问题，对于成功至关重要。我们的成功取决于我们有效管理时间和确定任务优先级的能力。我们的成功取决于我们有效管理时间和确定任务优先级的能力。我们的成功取决于我们有效管理时间和确定任务优先级的能力。我们应该定期评估我们的定价策略，以确保它具有竞争力和盈利能力。我们应该定期评估我们的定价策略，以确保它具有竞争力和盈利能力。我们应该定期评估我们的定价策略，以确保它具有竞争力和盈利能力。早上好，你周末过得怎么样？早上好，你周末过得怎么样？早上好，你周末过得怎么样？您有机会审阅新的专案提案吗？
您有机会审阅新的专案提案吗？您有机会审阅新的专案提案吗？你能告诉我专案状态的更新吗？你能告诉我专案状态的更新吗？你能告诉我专案状态的更新吗？我在使用这个软件时遇到了问题。你能帮我排除故障吗？我在使用这个软件时遇到了问题。你能帮我排除故障吗？我在使用这个软件时遇到了问题。你能帮我排除故障吗？今天会议的议程是什么？今天会议的议程是什么？今天会议的议程是什么？您有机会阅读上周的会议记录吗？您有机会阅读上周的会议记录吗？您有机会阅读上周的会议记录吗？你能把更新后的事算表发给我吗？你能把更新后的事算表发给我吗？你能把更新后的事算表发给我吗？你觉得新的办公室布局怎么样？你觉得新的办公室布局怎么样？你觉得新的办公室布局怎么样？我和那个会议时间有冲突。我们可以重新安排在当天晚些时候吗？我和那个会议时间有冲突。我们可以重新安排在当天晚些时候吗？我和那个会议时间有冲突。我们可以重新安排在当天晚些时候吗？让我们在本周晚些时候联系总部以了解详细信息。让我们在本周晚些时候联系总部以了解详细信息。让我们在本周晚些时候联系总部以了解详细信息。我明天不在办公室。早上你顶替我吗？我明天不在办公室。早上你顶替我吗？我明天不在办公室。早上你顶替我吗？我们需要与人力资源部就新员工的福利进行会议。我们需要与人力资源部就新员工的福利进行会议。我们需要与人力资源部就新员工的福利进行会议。
您是否看到高层管理人员关于即将发生的变化的备忘录？您是否看到高层管理人员关于即将发生的变化的备忘录？您是否看到高层管理人员关于即将发生的变化的备忘录？您认为将截止日期提前一周怎么样？您认为将截止日期提前一周怎么样？您认为将截止日期提前一周怎么样？您对我们如何改进流程有什么建议吗？您对我们如何改进流程有什么建议吗？您对我们如何改进流程有什么建议吗？对不起，我听不太清楚。你能讲一点吗？对不起，我听不太清楚。你能讲一点吗？对不起，我听不太清楚。你能讲一点吗？请你再说一遍。我没听清楚。请你再说一遍。我没听清楚。请你再说一遍。我没听清楚。我正在做一个你可能感兴趣的专案。我能告诉你更多吗？我正在做一个你可能感兴趣的专案。我能告诉你更多吗？我正在做一个你可能感兴趣的专案。我能告诉你更多吗？您需要帮助完成这项任务吗？您需要帮助完成这项任务吗？您需要帮助完成这项任务吗？感谢您在这个专案上的辛勤工作。他真的得到了回报。感谢您在这个专案上的辛勤工作。他真的得到了回报。感谢您在这个专案上的辛勤工作。他真的得到了回报。好主意啊。让我们进一步探讨它。好主意啊。让我们进一步探讨它。好主意啊。让我们进一步探讨它。我有点不知所措。我们可以集思广益一些减轻负担的方法吗？我有点不知所措。我们可以集思广益一些减轻负担的方法吗？我有点不知所措。我们可以集思广益一些减轻负担的方法吗？
我有点落后于计划。你能把会议推迟15分钟吗？我有点落后于计划。你能把会议推迟15分钟吗？我有点落后于计划。你能把会议推迟15分钟吗？这个专案的可交付成果是什么？这个专案的可交付成果是什么？这个专案的可交付成果是什么？您对新政策有任何疑问吗？您对新政策有任何疑问吗？您对新政策有任何疑问吗？我们可以安排一次后续会议来讨论接下来的步骤吗？我们可以安排一次后续会议来讨论接下来的步骤吗？我们可以安排一次后续会议来讨论接下来的步骤吗？让我们在这个专案上进行合作，以确保它取得成功。让我们在这个专案上进行合作，以确保它取得成功。让我们在这个专案上进行合作，以确保它取得成功。对于造成的混乱，我深表歉意。让我澄清一下我的立场。对于造成的混乱，我深表歉意。让我澄清一下我的立场。对于造成的混乱，我深表歉意。让我澄清一下我的立场。你能对我的演讲提供一些反馈吗？你能对我的演讲提供一些反馈吗？你能对我的演讲提供一些反馈吗？让我们快速休息一下，舒展一下双腿，喝杯咖啡。让我们快速休息一下，舒展一下双腿，喝杯咖啡。让我们快速休息一下，舒展一下双腿，喝杯咖啡。抱歉打扰了，你有时间聊聊吗？抱歉打扰了，你有时间聊聊吗？抱歉打扰了，你有时间聊聊吗？我注意到这份报告中有一些错误。我们可以一起检查它们吗？我注意到这份报告中有一些错误。我们可以一起检查它们吗？我注意到这份报告中有一些错误。我们可以一起检查它们吗？印表机似乎卡纸了。
你能看看吗？印表机似乎卡纸了。你能看看吗？印表机似乎卡纸了。你能看看吗？我无法理解这个新软件。你能引导我完成它吗？我无法理解这个新软件。你能引导我完成它吗？我无法理解这个新软件。你能引导我完成它吗？让我们安排一次团队建设活动，以改善我们的沟通和协作。让我们安排一次团队建设活动，以改善我们的沟通和协作。让我们安排一次团队建设活动，以改善我们的沟通和协作。我不确定我这样做是否正确。你能检查我的工作吗？我不确定我这样做是否正确。你能检查我的工作吗？我不确定我这样做是否正确。你能检查我的工作吗？通过此提案与客户接触的最佳方式是什么？通过此提案与客户接触的最佳方式是什么？通过此提案与客户接触的最佳方式是什么？我们需要讨论专案时间表。你有什么建议吗？我们需要讨论专案时间表。你有什么建议吗？我们需要讨论专案时间表。你有什么建议吗？我认为我们需要让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这个决策过程。我认为我们需要让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这个决策过程。我认为我们需要让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这个决策过程。你能给我一些关于这个专案的指导吗？你能给我一些关于这个专案的指导吗？你能给我一些关于这个专案的指导吗？我认为我们应该探索一些替代的解决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。我认为我们应该探索一些替代的解决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。我认为我们应该探索一些替代的解决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。让我们在会后联系总部讨论下一步。让我们在会后联系总部讨论下一步。
让我们在会后联系总部讨论下一步。抱歉，我当时没空参加会议。我们可以改期吗？抱歉，我当时没空参加会议。我们可以改期吗？抱歉，我当时没空参加会议。我们可以改期吗？我认为在最终确定该计划之前征求其他部门的意见很重要。我认为在最终确定该计划之前征求其他部门的意见很重要。我认为在最终确定该计划之前征求其他部门的意见很重要。你能把上次会议的记录发给我吗？你能把上次会议的记录发给我吗？你能把上次会议的记录发给我吗？让我们优先处理我们的任务，并首先关注最重要的任务。让我们优先处理我们的任务，并首先关注最重要的任务。让我们优先处理我们的任务，并首先关注最重要的任务。您对我们如何削减这个专案的成本有什么想法吗？您对我们如何削减这个专案的成本有什么想法吗？您对我们如何削减这个专案的成本有什么想法吗？我认为我们应该考虑采用不同的方法来完成这项任务。我认为我们应该考虑采用不同的方法来完成这项任务。我认为我们应该考虑采用不同的方法来完成这项任务。让我们回顾一下专案目标，确保我们仍在正轨上。让我们回顾一下专案目标，确保我们仍在正轨上。让我们回顾一下专案目标，确保我们仍在正轨上。你能给我一些关于我的提议的反馈吗？你能给我一些关于我的提议的反馈吗？你能给我一些关于我的提议的反馈吗？